也是今晚唯一的一个采用 MMA 规则的比赛。我们按照比赛的出场顺序，首先有请杨建平的对手，他是美国2011年的全美自由搏击冠军，在2012年的所有比赛当中没有败绩。我们有请凯文·米歇尔。Kevin Michelle, 23-year-old out of Ontario, California, fights out of Team Diamond for Carlos Rivera. He's a trained Muay Thai fighter, and tonight he'll fight MMA style. 接下来有请本场比赛的红方，来自大东翔北京东方荣誉，有请杨建平。嗨，大家好，我是搏击运动员杨建平，今天很高兴跟随武林风来到拉斯维加斯参加武林风决赛拉斯维加斯的比赛。Here's to Wu Lin Fun Day, as the mayor said. Cheers, cheers. Chucks. 武林风是全国唯一一个能在全世界范围内主办大型赛事的这么一个平台，它能在娱乐之都拉斯维加斯这么一个格斗的天堂。特别特别惊喜的是，我们跟随武林风到了拉斯维加斯以后，然后竟然这边还有我们的粉丝。然后一直加了我们的微信，还通过朋友联系到我们，然后来现场给我们加油，真的很感动。In the red corner, wearing white, weighing 147 pounds, he stands 5'6", age 23, fighting from Beijing's Fighting Empire with a record of 23 wins, 3 losses, and 2 draws. Here is the China Tiger, Yang Jianping. No pandas, but a lot of Eye of the Tiger show. 比赛现在开始。好，观众朋友们，坐席现在是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华达大酒店为您转播。决定我去拉斯维加斯第四季的一场 MMA 的比赛。现在作为上乘。其实的这个就是来自大东乡东方荣誉俱乐部的杨建平，他曾经获得过世界自由搏击65公斤的冠军，而他的对手呢是来自美国的凯文米歇尔。凯文米歇尔在今年的美国 MMA 比赛当中是获得了全胜。在赛前我和这个杨建平已经交流，他说我在比赛我看过他的视频，他的比赛所有比赛当中获胜的记录全都是他采用的是地面技的技术，从这一点也可以说明这名选手地面技的水平比较高。这是杨建平第一次来到世界搏击之都拉斯维加斯来进行MMA 的比赛。那么 MMA 的比赛规则呢，我们是叫综合格斗啊，它既有站立式的进攻，也有地面式的，从两大就是进攻方面。因为我们自由搏击呢，武林风的自由搏击，一个是说用腿法和上肢的这种拳法，而这个 MMA 的竞赛呢，我们看到更多的选手喜欢采用这种地面技。地面技呢，它主要要锁对方的这种
膝、踝、肘、肩和颈部，这是地属于地面进攻的一种技法。在 MMA 比赛里面，除了裆部和后脑不允许击打，同时还有一个就是三点支撑，就是两腿或者一个手支撑地面的时候，不允许你的腿击打对方头部之后，所有的技术都可以采用，当然也不能进行插眼。说在这个 MMA 比赛里面，观众朋友们更多看到这种断动台的锁喉技术啊，包括手臂十字固的这种锁肩的技术啊，是吧？但是观众朋友们更愿意看的，现在躺在底下的呢是美国的凯文·米歇尔，他采用这种地面的防守，就是用双腿夹住杨建平的这个躯干，不让你进行进攻，这是一种地面的防守技术。现在杨建平想摆脱对手，哎，想脱身，把手臂伸出来之后进攻。你看，现在我们看到凯文·米歇尔这采用地面的防守技术啊，而现在杨建平占据的优势，他采用着这个骑乘位。哇，对，站起来可以砸对手。我们现在听到这个杨建平的教练这个江华说：“哎呦，这不砸啥呀？因为你占据上升位的这个其中的这种优势嘛。这个 MMA 的比赛规则是打三局，五分钟，就是每一局五分钟，要打三局。如果你是为了争夺冠军头衔的话，那必须要打五局，五分钟。”这是这个 MMA 这个综合格斗的规则和武林风和自由搏击的一个区别，首先在时间上的区别啊，就是我们是武林风的自由搏击规则就是三局三分钟，而综合格斗 MMA 的竞赛规则是三局三分钟。这是我们从比赛的时间上，在进攻的技术上，双方有巨大的差异。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凯文·米歇尔也不认输，我进攻在地面上，我采用这个腿蹬了，这种技术，哇！杨建平不给对方喘息段，我们也听到这个江华说要锁对手，要锁对手，啊，要赢得更大的精彩。毕竟杨建平是世界自由搏击冠军，他以前是和这个朱志鹏吵朋友，在这个湖南的拳击队训练，以后跳到了陕西散打队练散打。离开陕西散打队之后，又练习这个自由搏击，获得了这个世界自由搏击的冠军。这时候他又改练这个 MMA。